有人伫个无？有人伫个无？我伫头坑坑甲河社溪回流口的面体，今仔就已经拢无人伫厝啊！因为风灾警报已经正式发布，信义乡公所成立风灾应变中心，而且提早提升为一级风灾应变，要求信义乡内被列为高度警戒区的新木川、八林甲十二林，以及二林、五林甲八林有应救处的居民，全数转去应救处避灾。尤其是神木二五八九十一林哈，列为重要的一个先导地区哈。啊，如果在那个南投有永久迁住屋的哈，我们已经先导了哈，今天就一定要全部的撤离到他们的永久迁住屋里面哦啊，晚上四点以前呢哈，啊列为危险区的地方呢哈，我们加强先导哈，啊晚上可能就我们准备再做一次撤离的一个工作。原来当地住户多数门窗装关咧，人已经首先疏散到安全地点，目前只剩家地兴建龙华国小的工人留伫原地。那落雨我就会走啊，我现在直接去龙华国小啊。哦，哎呀，迄排，我即摆暂时性的啦。啊，若看来天气无好，我就走啊哟。袂使甲咱家己过袂过啊。因人即摆拢无住伫遮就对啊。无，因遮处处拢去是遗址啊。哦，拢。哎呀，因拢有遮咯啥，南投拢有住屋啊。六月中旬大雨时，出现淹水湖危机的头坑溪，惊人的土石又原堆积伫溪床上。不过河川局已经展开河道紧急的清理工作，除了挖住河的河岸，利用土沙堆积成为一条临时河岸以外，河川局委外承包商今日嘛进行现地测量，准备将溪床上的土石进行初期的清理工作。这都先蹲起来啊，哦，伊这较过先来放伫遮，暂时性的啊。哦，所以就暂时迄边安尼先来蹲遮，对啊。啊，迄边要来清较开的，对啊。伊这挂起了，对啊。啊，这是暂时性的咩？因为这摆风台期嘛到嘛，这个通往大面看，爱先拍互通的。今仔信义乡的天气也算袂歹，有时阵也出大日头。信义乡公所表示，雨虽然也袂落来，但公所已经派人随时监测溪水水位，掌握任何可能发生的状况。现在乡长呢已经指示呢依山消防哈啊特别注意呢水位哈，尤其是到晚上呢有可能雨量会增加哈，加强巡逻呢西床的两岸哈啊注意住家的危险性。信义乡公所强调，防灾工作将依照实际落雨状况来应变，以确保人员生命安全为第一优先。如果今仔日下暗雨势开始变大，将会展开第二波人员疏散撤离行动。记者王兆成采访报道。